我教你一个，就是同一个手势放在身体的不同的位置跳，代表着不同的民族。你比如说这个动作，这就是蒙古族。蒙古，对，好，同样的动作放到这个位置，新疆。新疆，嗯，还有呢，放到这个位置，投降，投降。不对不对不对，那是啥？朝鲜族。啊，他这手是这样哈，啊，那放到后边呢？那放到后边呢？搓澡，搓澡。不对，放到后边也有哪个？傣族啊。傣族的手这样吧。这样，这样，哎，对，那他也有两个手在后边嘛，代表那个尾巴嘛。两个手在后面是系围裙。对，那哒啦滴啦哒啦啦啦啦，你看对吧？哎，这还真是哈，是吧？三个位置，前锋的爸爸教的。哎，这还真是哈。